摘下眼罩。啊，这样的 ，Oh my God, man! Oh my God, man! 哇，真的啊！呀呀呀呀呀！喂，你唔好入嚟啊！我不行。What the？ 一开始看的时候就，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出去。我不喜欢青蛙，因为以前就是我弟弟拿那个青蛙追我九条街。我不行。呀呀，不行，他真的不行。你还是戴眼罩吧，我觉得。你戴眼罩，你戴眼罩。真的，你戴眼罩，他不只是真的。喂喂喂，那个是真的还是假啊？那个他是真的，他有一只真的，他是真的，他有一只真的。喂，等一下，呀，哇，真的，哇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不只是里面有青蛙，他外面也有青蛙，所以我看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整个人都。在抖，对，我很给不是吗？他就在那儿，他看着我们，你快点过来。他没那么快的，他跳的没那么快。然后这里有一箱啊！哎，已经开始了，全绿色，哇，整个房间都是，哇。哇，我这么多青蛙，中间都是青蛙，还是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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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墙壁上全部贴满了这个。看到了，你在公共的第一部分，它被锁住了，你们需要在这个房间里找到线索，解开谜题，才能拿到打开它的六位数的密码。计时3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啊。箱子里20只牛蛙，你们每个人都需要独立完成拿出牛蛙的任务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们这个有点过分，我告诉你啊。他拿出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？我都不敢。但真的怕，加油！你要我怎么进入啊，大哥？我怎么拿啊？我怎么拿啊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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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哇 ！Oh my God, man！ 哇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喂喂喂喂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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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呀！开门了！不管是体积的大小，还是数量的多与少，如果在地上我就蹦去房顶，然后如果在房间的这个房间，我就几乎永远不会再进去，是这个程度。我真的怕，我真的怕。